家人们，小年快乐，开饭了，开背大虾，炖个鱼，然后这个是第一次做的锅包肉啊，然后这个是咱家面皮儿拌的小凉菜，来一口。嗯，饺子也太好吃了。嗯，太香了，酸菜猪肉馅的饺子，还有韭菜鸡蛋。嗯，好吃。还有第一次做的锅包肉。来口鱼，我给你来口鱼，慢点有刺啊。嗯。来口锅包肉。嗯，好吃，挺成功的这一次做，挺香。必须成功。嗯。妈都说了，必须成功。嗯，妈，要大劲了。这个大虾，这个粉丝，这个好吃。嗯，再来个饺子。家人们喜欢我们小两口的，赏我们个小心心，送我们上播热门啊！谢谢大家了。嗯，韭菜鸡蛋馅也好吃。小年快乐啊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